它有没有可能因为一些造型它光感的侧面，对不对？这个时候你们看一下亮色应该画在哪里。就跟画宝石一样，我可以在台面这稍微勾一下。好，然后呢可以外围再勾一下。然后呢基于第四个颜色，然后呢 OK 怎么画，然后呢这是最后一个浅色， OK 明白了吧？